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的节目继续来谈论约伯，叫做无声音的痛苦，无声的痛苦。约伯的痛苦，在伊后来描述伊的人生以前，哈，约伯拄到这个患难境境是甚么款的生活，你就会当了解伊的痛苦，看有偌深。约伯讲。讲我想起我以前的日子，我足怀念以前的日子，所以这一个痛苦中的人，必然的一个反应，在痛苦中间开始怀念以前有偌尼啊好。但是你透过约伯咧讲以前的日子，你不得不佩服这个人。约伯讲想起以前的日子，上帝甲我好亲像是好朋友，所以约伯的属灵的光景是真好。然后约伯讲想起了以前。我的子女坐在我的身躯边，我的家庭何等的温暖。特别讲，想起以前，我若行伫城内面，看到我的人，拢会甲我点头；看到我的人，拢真尊敬我。甚至王子看到我，也唔敢随便讲话。我地位何等的高呢？若无公义的代志，拢会请我来做一个公正，做一个审判官。我将这社会不义的代志。我拢会甲处理掉，即系无好嘅人，即系歹人啦吼。我拢一定会甲因审判。我过去嘅日子，我就是青眉人嘅目睭，我就是摆脚人嘅脚，我就是善车人嘅老爸。这又别甲你讲嘅哦，这就是我以前所过嘅日子。以前上帝恩待我嘅时阵，迄油会当摕来洗脚。你也知影，古早迄个时代油是真珍贵啊！哦，要别讲油会当我提来洗脚，我是足丰富的，物质上真丰富，心灵上也真丰富，甲人际关系也真好，对社会真有贡献。讲迄个顺的我，那既然听到我的名字的人，拢学了我；既然目睭看到我的人，拢欣赏我。我所过的人生就是别人的美梦，系何等快乐的一种生活！这才约伯记以家己来描述。哦，所以约伯一开始的时候，伊本来讲我无想要讲话，我无想要讲话，这个代志既然发生啊，这种上帝的美意。但是上帝讲，你才开始念，咱继续看。差不多经过一个月、两个月，反正经过差不多一年。因为一个人拄到这大的危机、这大的打击，哪有可能讲过三天起来讲无代志啊？讲啊，无我囡仔迄拢袂记哩啊，无可能啊！至少都一年啦。咱一般我咧受过训练，甲我讲，我来讲辅导吼，然后人太太、先生啊、过身啊吼，差不多这个上基本拢爱半年，悲伤，迄、那个心理无法度通适应，至少拢爱半年啦。迄、那个半年的中间，你也足袂惯习，感觉讲应该是我一日客厅有人甲我讲话才对啊。感觉讲应该我咧食饭的时阵，有人坐伫我的对面才对啊。就算无讲话嘛，都一个习惯，讲应该是有人啊。半年的时间拢无度通适应，因为我有几落摆吼，拢有主持这个告别式，啊，迄拢是一寡已经年纪较大的长辈，啊，长辈离开上海痛苦的什么人，就是太太、丈夫，就是还佫伫咧迄个人，哦，迄真正足痛苦的，因为已经结婚几落十年啊嘛。因结婚过了十年啊，有结婚已经超过五十年啊呢。结婚超过五十年啊，即嘛雄雄失去对方，迄敢那未输，真正比断脚断手吼，还佫较严重呢。所以我逐摆吼主持这个告别式等啊，我拢会跟太太两个人咧开讲，我拢会讲，咱实在是吼，想到这个人生所爱经过这个危机啊，危机的处理吼，做人实在无容易呢。吼，咱两个人无可能讲同齐离开世间嘛，一定有一个人先走，有一个人到落尾走嘛。啊！迄、那个过程中间，对另外一个人来讲，迄是何等大一个折磨，何等大一个打击。迄毋是干那讲啊，无要紧啊，啊，都性命伫上帝啦。上帝若要调我去，就调我去。讲的时阵嘛，足轻松啊，对无？咱若要来解说，用咱的理智来想，人生是真轻松。但是我讲过啊，在约伯记内面，互咱了解一点：人生毋是咱要来解说，咱毋是要来做人的老师，解说一个定律互人听，毋是。人生是咱就要来。行这抓不来经历的，爱嚼迄个味啦。所以每一个人在苦难中，一定拢爱有一个过程。所以短食，我那都爱半年，咱才有法度
恢复咱个人的生活。啊，你若有感情足好的，有的人经过一年两年，甚至有的人时间已经过真久啊，也阁无法度通惊出迄个悲伤啊。哦，甚至有的人因为安尼家己意志消沉，都唔忙讲啊，上帝你紧接我去，紧接我去。一规个丧失了迄个继续生活落去的意义甲目标去啊，所以这拢真正常。所以咱来看约伯记，约伯记内面并无写讲过了偌久，但是咱来推算，一定也是经过几落个月，甚至可能也经过一年。约伯内面迄个悲伤才慢慢慢慢有法度通讲呢，啊无进前迄个打经吼，干那讲一句话了，拢怎惦记啊？干那讲一句话。迄句话讲，上帝所想事，上帝也提早跟他讲一句话。迄句话讲了，怎点啊？无想要讲话啊！所以人伫悲伤中间也无想要讲话，也无想要讲话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，迄、那个悲伤啊慢慢的走出来，袂当我沉在下底，迄足危险的哦，迄足危险的。一定要有迄个悲伤爱讲出来，爱讲出来，迄、那个心情爱讲出来。忧伤的辅导，结果约伯开始在讲的是第一个反应，讲以前偌尼啊好咧，这就好亲像一对翁仔某。那是总是有一日会来分开的时阵，家己一人坐伫个公园椅啊，坐踮遐，啊看迄个树叶啊落落来的时阵，就开始回想啊，啊想起我头一摆甲阮太太来约会时，嘛是来坐伫遮，迄阵阮两个十几岁尔，佮捧册包吼、哦，下课了两个人坐伫公园吼、哦，啊手摕一支烟尘吼，啊两个人伫遐咧食，伫遐咧开讲，哦啊看到这个公园吼。哦公园内面，这个水边有鸭，他妈咧行来行去，啊，有一挂囡仔伫遐咧佚佗，有人咧海公手，吼、哦，有人咧走小脚，有人咧骑卡达车，哦，迄幅画面，人生想起了过去，少年的时阵，迄、那个青春，哇，你啊好咧呢，会怀念无？一定会，一定会。苦难的意义是啥物？亲爱朋友，苦难的意义，人会失去，吼、哦。有得有失，会失去，会分开，是透过这个意义，才会当，予咱搁较深刻来理解咱过去，咱所共同生活迄个经验是偌尼啊宝贝。所以不怪有人讲，若无失去，唔知影通珍惜，唔知影过去的美好。总之，我要讲的就是，都是因为有失去。咱只会深刻的体会过去的存在何等的有意义，所以人会有一个反应，什么反应？会去回想，会去回想，吼、哦，以前安怎安怎，以前安怎安怎，会开始去回想，这些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反应，都会想起昔日的美好的种种，啊，过去虽然有冤家，拢会袂记哩哦。哦，都算冤家嘛，拢变作甘甜呢。所以咱人就是安尼，当咱失去的时阵，咱才体会讲啊，原来过去我有的是何等的宝贝。所以刚刚这我先来插一个，哦，咱来插开讲一个，就是讲，亲爱朋友，真正唔好等佮失去啦。今麦咱都要认真想，唔好等佮有一日，咱所爱人离开身躯边，才体会到伊的好，迄拢已经想万去啊。今麦都要用一个心情，我若有一日失去你，还是何等的不幸呢？所以我现在有你在我的身边，这是何等的福气呢。所以有的事情不要这么计较、哦、心就放得开了、啊、放得开了、啊、然后好好珍惜，有就是一种福气，不要等到没有这么爱。所以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人、哦、他有一个毛病，什么毛病呢？事前上帝在说的时候，上帝在给他们警告的时候，他们都没听，等到事后事情发生才在哭，听到没有、哦，代志还没发生，上帝有甲警告，但是伊唔听。等个代志发生啊，才来哭，有卡抓无？无卡抓，已经无卡抓去啊。但是以色列人都一向有这个毛病，但是这种民族性吼，实在讲吼，甲咱华人的民族性吼不离啊讲，吼不离啊讲，因为毕竟大家拢是属于东方这边的民族吼，东方人呐、啊、吼，那民族性实在是不离啊性啦吼。啊，都明明事前都知影哦，但是拢唔去照去做，就等下事后啊，才他妈哭，啊哭的时阵已经无法做起啊。尤其是咧，上界明显就是以色列人，因伫个对埃及出来入去迦南地嘛，啊入去迦南地，上帝都土地分分的啊，叫约书亚土地拢土拢画好啊，摸一个支派倒一个，摸一个支派倒一个，摸一个支派倒一个，啊上帝讲好，即嘛，恁啊家己去征战，恁的土地，恁的人生，
你也家己去负责，你也家己去奋斗，家己去努力去摕到安尼。啊，上帝去好因去摕的时阵吼，因讲唔啦，上帝讲你来将带伫遐人赶走，你来建立家己的一个美丽的家园，因都唔啦，平淡啦。讲啊，足忝的呢，我不爱啦。啊，上帝足麻烦的啦，足侪借口安尼。上帝讲唔哦，啊唔无卖，唔我甲你摕走。啊，树啊只伫咧哭，啊，上帝卖啦，唔通啦，未有啊，未有啊。上帝将稳定已经提走去啊，这就是以色列人。我看这嘛是咱一般的人啦，哦，所以我是要透过约伯已经过的苦难，以及圣经记载，甲后来约伯家己咧讲伊以前的生活，讲我以前的生活偌年也好，偌年也好。迄、那个过程中间，咱学一个功课。那即阵有的时阵，都爱会样冷漠掉；那有的时阵，都爱好好啊来去保护，千万唔好等甲无只底下咧好。黑龙江拢想完去啊！好来，赶紧继续登来讲《约伯记》，说《约伯记》来讲到约伯伊个一个心理过程，因为咱人生是要来经历个嘛，所以约伯伊经历一段，迄、那个叫做恬静个时间、安静个时间，讲未出话，唔知为啥物。圣经虽然无写，但是我会当体会约伯唔知偌济暗暝暗时啊咧，可能种奇怪，那也是我。我是到底是为啥物？我人生会遭遇这个代志？啊！上帝，你到底透过这个代志，到底是有啥物意义、啥物功课？迄个人想甲头壳要劈开啊！迄毋是一暝尔，一暝、两暝、几个月，可能当时暗时困袂起时，爬起来行，爬起来咱讲行走祷告，爬起来安那行安那祈祷，爬起来伫遐咧散步啊！讲哪会安尼？人生哪会是安尼？哪会拢完全我无想到我有积极？吼、哦！以前的日子是安怎安怎，即摆日子哪会变安尼？迄、那个规个心理上啊吼！真无法度通适应，真无法度通调整。啊，这个期间差不多几六个月。所以，如果咱有朋友吼，会拄到挫折、拄到困难，心情哪礼拜拜托的，咱其他的朋友，这阵上好的方法是啥物呢？安静，安安静静，有了解，安尼就好。唔是去甲讲足济道理，因为已经真忝啊，伊规个人已经拢忝甲无力啊。除非咱有这个经验，啊，无咱是袂晓共体会别人的心情。当一个人咧忝啊，你还佫当边啊那个，还佫来个打击，讲你哪会安尼啦？啊，你拢无努力，你安尼有啥物意义？哦，一直念，一直念，一直念，迄规人都已经是真脆弱、真软弱啊！佫互咱安尼佫甲插落去的时阵吼，哇，劈一个，怎破去啊？哦，啊，若破去，佫奔风都奔袂起来啊！咱人叫做士气啦，吼、哦，一个精神啦。伊那已经咧淋湿啊！啊，你个劈一个大破，你佫再分吼，拢漏风去啊，已经分袂起来啊！所以这个爱注意，爱注意吼。约伯记中间，伊个朋友就是犯了一个错误，所以休困等下了，咱开始来讲伊个身躯边有一个朋友错误个辅导啦。好，一起等下收看到什么节目？欢迎回来到三个节目，咱咧讲约伯，约伯伊所遇到的代志吼，危机，整规本的这个约伯记，就是咧讲危机的处理。啊，危机的处理，一个人遇到困难，一定有朋友嘛。啊，朋友一定会来相救门，朋友一定会来安慰，朋友一定会来讲话。我跟你讲啦，约伯记唔是干呐，约伯家己一个人面对这个患难尔。约伯记内面记载，有几位朋友就出现了啊。朋友出现了呢，就开始讲话了。朋友出现了呢，就开始解说了。哎呀，所以我讲过，人生不是来解说的，人生是来经验的。别人在吃面，你就免那么花笑，你就点点看就好啊。结果约伯这几个朋友不是来，然后就当然就先安慰啊。哎呀，老兄，哎呦，那发生这个代志啊，哎呀，无彩你安尼品行这么好，哦，你是咱规个这个社区内面地位这尼啊悬，我大家拢看你真有气。哎呦，你哪会做有这种代志啊？实在乎咱想无呢？安尼哦，讲足侪废话啦，咱讲真正叫做废话啦。但是真奇怪，咱人都有这个毛病呢。你有发现无？那教会内面有人这个热心的听主的长老啦吼，还是讲执事啦，还是讲神职牧师啦，然后发生一个什么款的代志的时阵，人边啊人就讲啊。
哎哟，那会安尼啦？啊，无彩伊遮尔疼主，照你讲应该是子孙拢长岁寿，照你讲应该婚姻美满才对呢。啊，那会安尼？啊，那会安尼？安尼钱用倒去？啊，那会破产？啊，那会投资失败？啊，那会安尼？啊，那会囡仔无幸福？啊，那会囡仔功课歹？哦，足济话呢。啊，但是讲起来，这也是会当理解，因为咱人的理智就是安尼。你讲遮尔好的人，玉璧。一个好人一定有好报，一个好人绝对袂拄到无好的代志啦。好人若拄到无好的代志，叫做天公伯也无目睭啦，老天没眼啦，唔对啊！好人一定爱有好报啊，是毋是？咱每一个人心中一定拢有这个想法，是毋是？安尼，亲爱朋友，咱家己来回想，是不是这样？是毋是你我的心中，咱嘛是安尼想？咱家己那只心呐，听主，咱逐日读圣经、祈祷，咱也无做亏心事。啊，咱照时间上下班，对家庭负责任。啊，咱若教育咱的囡仔，拢教较好好好，是毋是？咱应该感觉咱的家庭拢袂出问题，安尼毋才对。如果咱若该做拢做了啊，阁发生一挂意外，是毋是？咱真无多通接受，是毋是？一定是嘛？一定是安尼嘛？这是叫做人性。咱人内面天生自然那落一个想法，人家讲我只要呐，当凭良心做代志，啊，我的人生就应该有，敢那亲像投资安尼，哦，我底下就算肯定存好啊啦，迄嘛是一年交的钱都要算利息给我，那有可能讲钱放在银行，放到愈来愈少去，无可能嘛。咱每一个人在咱的人生观中间，咱也就是讲，咱的人生是稳赚无了的，我钱寄在银行，那有可能会了？咱拢是安尼想，但是真实的人生，甲咱所想的人生是无同款的。所以约伯记内面，互咱看到啊，发生意外啦，发生危机啊，这么好的人拄到这个代志啊。迄个如果今仔日咱咧看报纸，看到啊约伯发生这个代志，咱也是伊朋友，你会安怎想？一定足怜悯的，足同情的，然后一定会想无，然后一定会想要去甲问，问啥？为什么？是不是？这三字每一个人拢会晓问，自然会晓讲话开始，自细汉囡仔会晓讲话开始，都爱问一句话：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是咱人的理智的一个部分，天生自然让人都会去问：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所以我想，一定足侪好奇的人会走去约伯的身躯边来甲问啊：为什么会安尼？约伯啊，歹势哦，我知影你即马足痛苦的吼。但是我是不是当甲你问你一句话？为什么？哪会安尼？啊，可能咱现在问，现在搁咧哭咧，现在搁咧擦目屎，卫生纸摕出来擦。哦，哪会安尼？像你这么好的人，还拄到这落代志，啊，实在哦，老天哦，足无目睭的啦，足无公平啦，哪会安尼？到底为什么？哦，是啊，讲这是咱人性的一个自然的表现，但是咱呐用一个比较卡。较冷静的态度看，拢讲拢是废话嘛，拢是废话。那知影为啥物就好啊，就是唔知影为啥物啊。所以圣经记载约伯这朋友，上出名三个朋友，我相信约伯唔那三个朋友啦，一定要阁足侪其他的朋友。但是可能是平常时啊真有咧往来的，真亲的三个朋友，啊，就去问约伯，啊，就甲约伯讨论，哦，甲约伯讨论讲约伯啊，哎呀，那拄到这个代志。本来朋友来看是好代志哦，但是朋友若伤过加薄，你敢知影足烦的？哦，朋友咧看的时是足，比如讲我来，假设我即马病人，我咧倒咧病床啊吼，啊恁大家讲啊，听讲老三看病破病，咱来甲看一下，这真好啦。啊，我倒伫遐有人来甲我看，甲我关心安尼，我也足温暖的吼。但是即马来看法来讲，啊你哦，就是无休困啦。啊你哦，就是无食迄个某某迄个中药啦，我也甲你讲，你都要去食一个什么物件，食咧偌好，你敢知安尼？讲讲一寡话吼，我借问吼，一个病人倒伫病床，啊，咱当边啊，一直搁甲批评讲你哦，你就是啊，伤过操劳啦，啊，你就是休困无够啦，啊，你就是拢无注意身体啦，啊，你就是安怎安怎，对啦，知影讲你是好意啦，知影讲这是关心啦。但是这种关心会变成一种压力无？一定会嘛，一定会嘛，吼、哦！所以咱而且我那先稍搁教大家一步，吼、哦！咱若去病院咧看病人的时阵，拜托一下，吼、哦！各位亲爱观众，收看老三的节目，互你学真侪物件。
咱若去病院看病人的时候，咱就为伊祈祷，祝福伊早日出院，吼、哦，安尼就好啊。哦，卖你啊个讲一大堆有诶无诶，啊，啊卖啊有诶人迄食薰迄底啊，迄得着哪讲得着肺炎，安尼咱起啊就讲，你哦，就是食薰食伤侪啦，你哦，就是槟榔煲伤侪啦，你、哦。拜托的啦，伊敢会唔知你啊？敢着阁需要你即马阁甲落井下石，阁加甲讲一句，唔免啦，是毋是安尼？无必要啊啦！哦，人已经拄着遮尔一个困难啦，是毋是？拜托，咱去看一个病人的时阵，是毋是当保持安静？卖阁将咱对即个代志的解说，阁变作一个压力，加添伫即个患者身躯顶。这是咱去做病房探访的时阵，真爱学习的一个功课。因为咱人拢不离基本性，拢爱去解说，啊，拢爱去建议，啊，我甲你建议，安怎？你若真正要建议讲倒一个医生袂歹，吼、哦，啊，建议讲用什么款的方式来啊恢复元气袂歹，安尼就好啊，吼、哦。所以我想预约，伊本来就真痛苦啊，但是因为伊即几个朋友去，即几个朋友的态度，还预约对原本的痛苦。搁拔落去一个更加深的痛苦，迄、那个更加深的痛苦，就是自我形象的破碎。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精彩的话题。不过咱这部时间到，所以想要了解玉璧记到底这个故事安怎发展，会记哩后一集继续收看老三的节目。多谢。阿妈，你是过来看啥？你最近吼、哦，你怪怪阿妈啊！哇，昨是咧，无啦，顶一集啦是看花，啊，这一集过来看这个风光，是有影真水啦。但是这也不是纯金的，你唔要看个遮真啦，牙齿啊咩？你是咧？无啦，我是咧看最近有一个故事吼、哦，甲这个风光有关系。所以我一直在看啦。欸，阿嬤，你真正最近怪怪呢，我相信不是只有我感觉而已，咱观众朋友感觉阿嬤怪怪无？最近真爱看书，哦，当然这好习惯。啊，最近吼、哦、真爱观察这个世间发生的代志吼。啊，这个宏观是搁有啥物故事哟？我咧看甲遮认真，吼、哦，你顶一集搁真好配，我咧讲约别个时，你甲我讲一个勿忘我，吼、哦，拄好配合我的主题，讲咱人伫苦难中袂当袂记咧上帝。啊！你直接去讲宏观，莫非佫有甚物故事来讲来听看卖咧？哟，这个故事是讲1881年的时阵吼。哦，阿妈，1881年你还咧讲，真正都要像你这老才有资格讲。哦，你前届是讲一个童话故事，这届是甚至你甲讲一个1881，你有厉害，有厉害。你下当即马去附近有迄、那个。即马一寡国中吼，拢有附设夜间部。你规期读历史遐好啊，你也太厉害咧！1881年，来，前两边1881年，来继续发生什么代志？1881年，就是有一个国家叫做罗马尼亚独立迄一年啊！哦，阿妈，我特别甲你拜啊，特别甲你拜啊，你真厉害！1881年，罗马尼亚独立。安尼你也知，连我老三都唔知，真正厉害。但是你咧讲伊独立，甲这个皇冠又佫有甚物关系？我讲一个故事，你都甲我拍断咧三四摆。啊，好，来，对即马开始，我拢点点，吼，我卖出声，和你讲，讲甲煞，我看你外口讲。1881年，罗马尼亚。迄阵，因个国家经过战争，才来独立。独立的时，因就想要找到一顶个皇冠，要戴伫国王个头壳顶。但是，因为经过战争，所以安怎找就拢找袂到一顶个皇冠。所以当时国王下一道命令。叫因用战争的大炮，爱摕去做一顶铁啊的皇冠，予伊戴，予全国都爱纪念。因的独立是战争所换来的啊！
哦，原来这个是一段历史的故事哦。哎，但阿妈你都无行啊，人家用铁啊呀，啊你这个吼、哦，拜托你这个，你看金丝丝够酸椒嘞，惊死人喂阿妈。当这都无行啊嘞，但是吼、哦，用铁啊的皇冠，虽然无水，但是意义真深嘞。哎，我想话咱人生吼、哦，然后自己行到尽头，唔知咱所滴的吼、哦，是金的，还是银的，还是铁的？阿嬤，你感觉你的是什么？我后迄个命，若我吼，可能得一点差的都差不多啦。无啦，阿嬤卖讲安尼啦，无遮差啦，什么差的？以你阿嬤培养出这么优秀的教师囡仔，凡是一楼顶教师囡仔哦，做什么部长啊，做什么委员嘞？你也知哦，迄阵吼，你地铁个顶顶哦，绝对是金闪闪啦。唔免。唔免，咱做人无咧望即落物件哦，只要子孙好好长大，做人凭良心，对社会有贡献，咱就满意咯。诶，毋是安尼讲呢，阿嬷，一个人爱有成就，爱经过磨练啊。你无看约伯记内面，上帝对约伯有遮尔侪磨练，都是知影讲爱护一个人，搁较长大。爱护一个人，伫环境中间，伫苦难的中间，吼、哦，伊会当更加独立。所以我相信啦，吼、哦，用一个铁爱皇冠伫咧头壳顶，耶稣迄阵是用荆棘呢，迄插了会疼呢，伫咧头壳顶。所以人生若咧戴皇冠，拢都爱食苦。嘿，阿嬷，你有够资格，我是也未啦。吼、哦，来来来，我等下吼，将一点滴滴滴也无法点。吼、哦，哎，先甲家头讲拜拜，吼、哦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哦，我唔敢滴哦，我是无迄个资格哦。我紧啊，我紧啊，来来来。